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要来当一个小小创意家。打开，接好，围起来。这里是种花的地方，花的叶子两片，可以转。接着拼，还可以转。再来拼花朵，先插紫色的花，黄色的花，粉色，最可爱的花，粉红色。黄色的花蕊，橙色，蓝色，接着拼。红色的花蕊拼上去，紫色的花蕊很像蝴蝶，我拼了很多只漂亮的花，我好喜欢。玩具组装成了一个
期再见，拜拜。